让母子闲散，共奏出快乐交响，用笑声欣喜每一位。你冇事啊嘛？我冇事，好在我有戴头盔咋。我哋都系踩慢啲啦。我快滑板啦。啊，你哋都嚟咗啊？呢度新开咗一间超好味嘅甜品店，我哋大大，你想做咩啊？借我玩一阵啦。啊，小心啲啊！哇，好刺激噶！你停低先啦，唔系咁孤寒啦，玩一阵啫嘛。唔系我孤寒啊，你戴头盔先玩啊。哎呀，唔使啦，睇落可以玩啫嘛。哇！喂！他不是想冲落楼梯啊嘛？不是嘛？哦 no！ 危险啊！喂！好痛啊！你冇事啊嘛？我冇事，只系头先。你哋睇下，系咪好痛啊？捽下可能会好啲噶。而家点算好啊？我搵人帮手。咕咕喵，呢样就系你哋地球嘅交通工具啊？佢系滑板，大大玩滑板嗰阵扭亲只脚啊！运动嗰阵整亲啊！咁我哋就需要运动专家嚟帮手啦。运动智能李敖，李敖大大扭亲只脚喎，千祈唔好睇小扭亲啊！首先要用冰敷，然后即刻去医院啦。你话冰敷？冰敷系可以收缩血管，减低痛楚同肿胀嘅。哦，我知啦，系冷缩热胀嘅原理，系咪啊？那个不是壮壮吓，他想热敷，这样不得的。快点敷在脚度先啦，我记得大人讲过扭亲是即刻热敷的。不得的，不可以热敷。热敷会令血管扩张，肿得更厉害，会更加痛的。首先要冰敷。冰敷？但是我们没有冰啊。我有啊，刚才买雪糕那阵给的。俾你敷啊！有冇好啲啊？我几惊只脚以后都唔行得啊！运动系为咗锻炼身体，但系一定要量力而为。如果唔系整亲，咁就唔抵噶啦。冇错啊！本特派员就试过因为伸懒腰扭亲条颈啦。伸懒腰唔算做运动啩？东东仔，以后玩滑板嗰阵要注意安全，带齐护膝。做运动一定要量力而为啊！